你说我管自己的男人有错吗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置身于危险当中吧？是，夫人，您说的对，这男人就得管，不管不行。但是夫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这个东昌府啊，之前历任的知府，一任比一任差劲。但是刘大人来了之后呢，确实为我们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，我们还指着刘大人为我们做主呢。 所以，夫人，您就看在百姓的面上，给刘大人留个面子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我替你上菜。哎，去。夫人，知府大人，光顾跟我生气了，连午饭都没吃。 刚出锅的土豆丝儿，夫人请用。你还知道出来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刘墉，以后啊，你跑到哪儿我都跟着你。是，是夫人。哎，秦捕头啊，好像我听你说今天你备得薄酒，要为你庆祝官府原职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可否请夫人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啊？ 好，来，夫人，请。姐儿，端上那土豆丝儿，来，乖着。哎哎，好嘞，老爷。